他们，有他们没我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，听没听着？给我冲！我看谁敢在这里待！就你要留头啊！你们杀我简直是做梦，做梦吧你们！还套我点烟，还套点烟。技能放完了，给我冲！好套，抠，死了。队友呢？给我打死两个，行不行？能打死俩不？全残血，这一个都打不死，还玩不玩？这炸弹人怕个屁呀！这炸弹人满血，你怕什么玩意儿了？那技能全没了，给我杀！我真要去，真是，还九折水平，这没二换一哟、哦。啊，这没二换一啊，没有我的死能有他们二换一吗？那人追我追的一个技能都没有了还不打，我的大斧早饥渴难耐了。就你叫阿卡丽呀、啊、阿卡丽是吧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是吧，阿卡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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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死，这都没死，玩个屁！你今天不死就是我死，兄弟。你今天如果不死，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嗯，吃个小饼干，亏了30块，算了，无所谓。出红宝石。奥纳夫只要右就可以了啊，他也带着点烟被我打下枪杀，这波血赚，谢谢维龙帝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亏咱肯定是不亏啊。哎呀，阿卡丽是吧，阿卡丽，阿卡丽，你给我飞回来，你给我飞回来，听见没有，飞飞飞，还飞还飞飞飞飞，没劈出来，靠，下一个是谁，下一个是蓝枪，你别吃我兵，我操了，你干哈来了，你俩要干啥呀？操他妈，咱俩谁也别玩啊！行动吧！要么你就吃对面的，家里的野我承包了。不行，这得回上路了，上路不回这兵线亏了。我正要去，去中路吃线。你要咱要是中期，你吃两个兵，我都不说啥，真的，你这。你说你兵线推过来，你在前期你这样吃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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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卡丽，阿卡丽，啊，还阿卡丽，吃我一记战斧牛排。吃一层塔皮回家。洛克法的力量极尽了，把这饼干卖了，我们出门。三轮没控制了，吃个蛤蟆拉倒。你等我啊，你等我下把玩乌迪尔的。我这奥拉夫清兵不够快，你等我下把玩乌迪尔的，我能让你好好玩了。阿卡丽是吧？怎么的呢？阿卡丽啊，啊？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哎呦，阿卡丽，跟我还拼上了。干什么？你大爷的！我不可能饶你一命啊！快点参战！拜拜！阿卡丽来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叫人是没意思的。稻草人是吧？稻草人，啊，稻草人。洛克法的力量极尽了。稻草人是吧？放你一马。我先去吃狗屎。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。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，还敢过来？阿卡丽，是打皮。不要我收兵是吧？回家，再见。阿卡丽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来了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来的这么快呢？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？建议猴个喇叭拿一个，这样虚区更高。你说这个，这个没电了，这老得充电。
欺人太甚。欺人太甚。你吃馅儿，我吃野。蓝也不够用啊，下回这么的，兄弟们，打野怪一样给留一个，知道吧？每样给留一个，只把蛤蟆收了，让他野怪刷不出来，然后我们在线上吃线啊，这个样子，下回。先把这小三郎收了，蛤蟆呢？下路你别怪我，要怪你就给我怪着蓝枪吧你。啊，要怪你就怪着蓝枪吧，你可别怪我。小伙子，红好了，我就不一定能抢得过他。我正要去，他知道了我的意图，你知道吧？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他有惩戒，我们抢不过他，怎么抢能抢得过他呢？把蓝 buff 打了。先把蛤蟆收了啊，收完蛤蟆咱把那三郎打得剩一个，然后回线上收线。我们得制定好自己的战术，走去找三郎。我已经一年没见过这阿卡丽了啊，你看蓝枪死了，挺好啊。给他留一个啊，去打石头人的也给他留一个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他恶心我们，我们就恶心他。完了，斧子伤害有点高，那算了吧，都清了吧呢。我等一手 F6 刷新，咱收 F6， 收完 F6， 嗯，
卡他什么装备？161。可以试一试，先扫一下啊，看有没有视野，没有视野可以，撇到就行。卡莎是吧？哎，卡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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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卡莎。红 buff 应该有吧？有没有？蓝枪死了啊！可以。几个人？给我杀兄弟！先抠的稻草人，稻草人是吧？稻草人是吧？稻草人是吧？这乌鸦这么猛，这乌鸦蛤蟆刷了，哎呀，卡莎死了，走打蛤蟆呢。他跑去打 F6 了， F6 剩一个，三郎快刷了啊，把三郎打的也剩一个，回头打石头人，他上人家家野区去，他就让人给逮，你知道吧？他要能有本事能吃到别人野的，他就吃。先锋不拿吗？先锋100块钱呢哈，一会儿的吧，我没空啊，我这很忙的。我不打了，石头人给留一个，然后我们去打个河蟹去。打完河蟹我们拿小龙，我们成功化身成为打野奥拉夫，去打个小龙，哎，去打个红就行，先把红打了啊。他好像要去下路收线，咱不给他收，咱们赶紧把下路线给他收了。他要打小龙，那他有惩戒呀，有惩戒咱也试试啊。属实是抢不过， F6 要刷了啊，把 F6 给他打了，咱们 F6 咱去三狼，三狼完事以后咱把那蓝收，蓝收完咱打蛤蟆，打完蛤蟆我们回家。打完蛤蟆，哎，这三狼剩一个没打，那算了吧，把蓝打了，该回家了，我这4900块钱了。回家了，来一个板甲，再来个水银海，我们出个蟹手吧，来个蟹手啊，救一救乌鸦去，还是救一救炸弹人，不救炸弹人，炸弹人像个傻瓜似的，我们去救一救这乌鸦，
这乌鸦看来好像不用我救我的。把对面的爷爷都给他吃了，对面的爷爷都给他剩一个，我就是野区恶霸带恶人，我就是都给他剩一个，看蓝枪，咋的这？这咋的这？为什么瞅我？科学战斧！我的发！秒表吧，还是沙漏？秒表，那没办法。1600。秒表沙漏有啥区别？有区别呀，一个是一次性的，一个是永久的呀，那能没区别吗？出门干团战一波了，上一波马尔扎哈。把闪现沙漏全用了啊，这一波我们不把他杀了誓不为人。爷我是吧，马尔扎哈。爷我是吧，爷我是吧，马尔扎哈。稻草人儿，他真往上冲啊！这稻草人儿，哎呀，给我抠死了，漂亮！哎呦我拜年了。其实我也没明白一个事儿啊，你说为什么就这样式儿的也能。也能吵起来，这有啥好吵的呀？你说。